我服了这个老六。 哎呀，老八位。 那家伙就冲别墅的，别墅有人。 外边有个鸡哥。 人应该是在二楼。 我去下边把鸡哥打了，开个假枪。 确定里面有人。
OK。我放假枪下呀。没有，你趁机摸上去，我在下边干扰。现在还没露脚，应该是在二楼里边了。有人撇雷，被炸了！被右边，在这里边。就，哈哈，跑道仔，哥们。浪费了子弹全都。他身上什么也没有，就只有一把人机枪。那全身上下加起来还没有那几个手雷贵。在哪个位置打的？
你小心。那房子旁边那个是人机，后房子后边那个才是伪装。死了死了，就他一个。死在后边了，死了已经。目的目的一个，不要紧。我先放了，我先放了。